机会就是机遇，人生的机遇不会太多，而机遇是留给准备好的人。长春事业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，只有相信、奋斗和坚持，才能让我们获取成功。长春事业是一种倍增的事业，可以让我们得到市场的倍增、时间的倍增、效益的倍增，并将其建立于磁场、系统以及组织运作模式之上。这模式将帮助您建立起人数倍增的组织网络，10位事业伙伴、100位事业伙伴、1000位事业伙伴、10000位事业伙伴、100000位事业伙伴，甚至持续倍增。它使我们在尽可能的时间内有效压缩成功的过程，并达到个人成长、财富的累积或者整个市场的高效发展。而长春事业平台就具备了长久经营的模式与理念。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上升，消费者愈加注重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，而长春就提供了一种以保健、消费和购物平台而扩展的创业机会。借着长春事业平台市场计划来经营营销组织网络，以赚取3大收入。试问自己，您希望在一个月内赚取多少的收入呢？10万、50万？收入能由自己决定吗？是的，您可以达到锁定的目标，只需有效培养事业伙伴，开启人脉圈子，充实人脉资源，并进一步将其拓展到国际市场。您只需跟随系统，就能赚取其中3大收入：主动收入 （Active Income）、持续收入 （Sustainable Income）、庞大收入 （Massive Income）。经营客户的商业模式 5S， 分享、销售、服务、保健、支援，并不是分开的5件事，它是经营人与人之间温暖可靠的关系，不断激发满足顾客需求，并建立忠实顾客的关键基础。这也是您赚取第一项主动收入 Active Income 的来源之一。经营客户的同时，我们也可以吸引、转化他们成为事业伙伴。事业伙伴带动客户，建立尊贵会员乃至事业伙伴。维系这一模式的核心就是信任关系。您只需要认真运用 5S 的5个运作流程来分享长春商机，分享长春见证。在这伙伴关系中，您将赚取第二项持续收入 Sustainable Income， 也就是凭着建立事业伙伴组织而获取。随着您的事业伙伴的比例逐渐增加，这将进一步促进长春事业健康发展，这也代表着长春事业成熟的品质。懂得运用长春组织复制系统来营造磁场、创造环境，不但能将人有效地凝聚起来，而且还可以栽培出更多的优秀领袖。一旦组织和气势不断上升，就会发展出一个强而有力且深具战斗力的团队。您将开始拥有第三项庞大收入 Massive Income 赚取的条件。长春事业平台也将帮助您实现精彩的人生，您的成功故事也将分享给更多的人，启迪他人的同时，也将获得各界人士的掌声。长春事业平台已拥有无数个 Zero 蜕变成 Hero 长春精英的例子，越来越多的长春精英也将陆续诞生于这舞台上，而您就是下一位长春事业精英领袖。精彩人生，由您决定。